How do you promote technologies which reduce th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and also how they make agriculture sector more productive? 中国基建怎样解决蒙古国畜牧业发展瓶颈？энэ зам бол замын хүчин чадал нь бол яг зорчиж байгаа зорчигчдийн урсгалыг бол даадгүй болсон сүүлийн үед。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农行天下》。农业发展中的农产品流通这个概念，通常是指农产品从供应地向接受地的实体流动过程中，涉及生产、加工、储存、包装和配送，以及产品分销各个环节。农产品流通成本高、信息不灵和产销衔接不畅，都会直接影响农业产业化的进程，损害农户的利益。而安全、高效和现代化的物流通道是支撑产品流通各个环节顺畅的重要前提。本周的农行天下，我们将前往蒙古国去看一看中国企业如何开拓农牧业市场，探索可持续的生产经营模式，而同时为畅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中国基建承包商在蒙古国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乌兰巴托，蒙古国首都，位于蒙古高原中北部，是蒙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工业和科技中心。全国大部分工厂企业设在这里，以轻工业、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和食品工业为主。蒙古全国约300万人口中，近150万人都生活在乌兰巴托。2019年以来，蒙古国物价飞涨，牛肉每公斤的售价曾高达16500蒙古图格里克，引发了乌兰巴托市民的强烈不满。牛羊是蒙古国民最重要的肉食来源，也是重要的经济来源。长期以来，由于农业生产能力欠缺，蒙古蔬菜、水果、谷物大多依赖进口。大规模放牧使得牛肉和羊肉的价格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对于这次肉价风波，民众普遍认为政府农牧部门缺乏稳定物价的对策，肉类行业乱象丛生。中国的商贩进入蒙古国肉类市场，大量囤肉，造成肉类缺乏，导致市民不得不购买高价肉。这一说法在蒙古国被广泛传播。很多牧民及市场消费者反映，越来越多的中国商贩不仅从牧区大量收购绵羊羔，同时也会从市场的商户们手中大批量购买肉产品。可以来说呢，都是中国人。我说的这个200家里边，没有手续的，都是中国人做的。
那种说法呢，我觉得还不是说没有道理，还是有道理的。然后市场庞大，进来收购一点，这肉价马上就变动，这个肯定是真实的情况。 确实，有些个中国人考虑到这个囤积羊肉，以后能赚大钱，哎，赌上一把。畜牧业是蒙古国的传统经济部门，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然而，传统的畜牧业生产仍处于靠天吃饭的水平。啥都要。 한네가하이르쪼가다르춤야마네가하이르쪼가다르춤마다가대대야호토진고네가하노한네하나다토디가다호락끄드가다호락네타베디시기네가타베다르춤니네타운쪼가다바그마다가아이힘쪼가로드가노보니가쓰르가다바가여이콘바큰쪼가로르스노이시트그때마치또도또바후스게도스도버르스다 一定是多的，啊，好的，给爹妈好做，做多了是做了，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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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帮助下，蒙古国开始开办银行、发行货币、组建运输公司，并对传统的畜牧业进行合作制改造。这个国家16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中间包含着呢70%的草场，草场的利用率不超过13%。蒙古政府呢，不收任何税，包括农业，包括牧业。你放羊，草场是国家的，你只管放就是了。你在那放羊，到年底，国家收你1块钱，羊头税。然而，作为畜牧产品原料基地，蒙古国工业化进程始终受到以前苏联为主导的计划经济所左右。1962年以后，蒙古国工业化进程走上了以矿产资源开发为主的道路。对前苏联长期积累的债务以及供应前苏联的畜产品价格低廉，让蒙古国畜牧产业逐年减产，经济陷入了困境。1991年起，蒙古国通过财产私有化法令，全部畜牧归私人所有。政府着手建立市场经济结构，刺激了牧民自产自销的积极性。我们是那到这个的样子子的稻田，那个那时代嘛，那那到我们是那个做好过去的，这个那过了多那时代，那个地震，他那个土那时候，那个还有做好过去，那个田亩还是的。在中央台北的样子子还是的。蒙古国每年出口到中国的牛羊肉总量并不大，但价格低廉。中国商人贾新生很早就在这里发现了商机。2006年，我来的这个蒙古国，苏联的土地价格便宜，养羊也是。在我们山东买一只基础母羊，大约是2000块钱。我在蒙古买一只这样呢，是300块钱。再一个还有养殖成本。从最早承包土地种植农作物，到投身畜牧养殖，贾新生认为拥有自己的屠宰场才是长久之计。我要如果有屠宰场呢，我就有冷库，我就有冷藏的能力，放上一年我也不怕。所以呢，我就决心在蒙古办一个肉联厂，也叫屠宰场。第一个屠宰场投资了5000万人民币，包括4条线，3条羊线，1条牛线。2011年4月，贾新生个人投资建设了他在蒙古国的第一间屠宰加工厂。
羊的，那个是绵羊、山羊都可以宰，还有那个牛的、马的都有啊。一个县羊的话，一个县上面能宰个1000多只羊，一天就3000多只羊吧。啊，马的话一天一个县就200匹吧。我这个羊肉呢，主要销路还是中东国家。后来呢，逐渐的两个国家有了贸易协定，开始从2011年允许进口马肉，从马肉就发展到进口熟制羊肉、熟制牛肉。更大的优势呢，还是价格优势。所以我这个羊肉，一斤熟羊肉拉到中国去，还没有生羊肉贵呢。然而，蒙古肉类产品加工方式整体落后，缺乏专业的大型加工厂，肉类产品很少能够满足中国市场的要求。2015年11月，中蒙两国签署关于中国与蒙古国进出口熟制牛羊肉食品安全合作备忘录。2018年7月，熟制肉品进口关税下调至5%，进口成本降低。经内蒙古阿连浩特口岸进口至中国市场的熟制牛羊肉数量持续增长。针对肉价波动，2019年7月，蒙古国政府决定不再向境外出口活生畜，并且明确了2020年度的肉类储备目标，来维持肉类和面粉价格稳定。没有手续的这帮人，他可能是呢要买配肉，不好的肉运到中国市场，比如说我们正常生产的可能5万块钱一吨，也就是说25块钱一斤这个熟肉，他的肉3万，哎，扰乱了我们的市场。中国企业如何提高上游规模化养殖水平来满足自身的生产需求呢？经过宰割加工后的冷鲜牛肉、羊肉、马肉等肉类会通过冷链验查和储存一体化方式运出，出口到中国的产品通常需要存放于公路口岸联检区进行深加工，再销往内陆市场。蒙古国出口的羊肉一般选用生长3年左右的羊，与中国国内屠宰所用的当年羊有所不同。为了降低成本，解决规模化养殖程度低的难题，满足屠宰量的需求，中国企业找到了与当地牧民合作的特别方式。我们的养殖从1万只，后来逐渐扩大，重新改良以后呢，
这个这几年呢，我因为我也限制了，因为买羊还是比较方便的，牧民的羊都卖不出去，现在又是自己的羊群已经12万只左右。我们养殖的方式呢，是公司带农户带牧户，是这种养殖方式。出于联系，然后他们来到咱们厂里，后来他们建议啊，就有病的什么的，当地在乌兰巴特也有啊，在牧区。我给他提供种群，我给你买羊，咱们共同发展，你去放，我们28分成，他二，我八。现在羊的价格都已经涨了300多了，一年他也弄10万。我们繁殖的这些羊，我再收回，满足我屠宰场的需要。另外一只还是绝大部分还是市场收购来的。蒙古国高原是人类游牧文明形成、发展、传承的重要区域。图门和道里格尔夫妇是长期在巴彦朱日赫游牧的居民。Now, when we think of agriculture, we think of the whole chain from production to processing to distribution to consumption. To international trade. It's about how we produce, how we process, how we distribute, how we trade, and how we consume. Because ultimately, that is what has an impact on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据蒙古国家统计委员会通报，截至2018年年底，蒙古全国有牲畜的家庭数量为23.09万户，其中牧户为16.97万户。2018年年底，从事畜牧业生产的牧民为28.87万人，其中16岁以下年龄段的牧民占0.3%，16岁至34岁年龄段的牧民占33%，35岁至退休年龄段的牧民占到54.2%，已退休年龄段的牧民占了12.5%。Бараа их оруулаа, зарим нэг муудан шүү дээ, их бараатаа зовж жаахан таарав. Манайх ингээл үлжээндээ байгаад хавар энэ дугаал, тэг намар хойшоогоо үлжээндээ бичлээ, хоёрхан сайд. Сасах оруул бас хэцүү, мал идэх юмгүй. Тэг муу муудаа тэжээн, нэх өвд яхан бол авсан хадал өвдсөн өвс мэн, их бүгдийн тэжээ өвд хүрхгүй шүү дээ. Сасах орох юм бол бас бэлчээр муу бол яхгүй. Манай өвд энэ хотод байна, манай охин бага нурт байна.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备，防疫机制欠缺，对牧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持续的影响。
蒙古国没有一个大型的防疫系统，哎，兽医匮乏，兽药，他们本国也不产，建立一个防疫防控中心，哎，辐射到各省，一旦用高科技管理，哎，一旦这个羊出现了疾病，防间就是预防这个疾病的扩散，随时派兽医及时处理。再一个，正常管理上必须得有剧院，蒙古没有剧院，只是围栏，所以它的产羔往往到了冬天的时候容易冻死。有棚圈的可能是占5%都不到，大部分就是围栏，没有棚圈。肉类收购、运输加工及检验体系并不完善，蒙古国肉类加工产业的经营状态并未得到太多的改善。We are looking at the potential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improving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e sector in Mongolia. And Chinese, a lot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have already adopted these technologies. I think that can open new avenues for Mongolian farmers, also for Chinese businesses. So it can be a really win-win situation.你就根据企业的这种规模、投资能力、这个国家的组织化程度，然后它的农业生产的企业化程度，还有它的基础设施，我觉得可能没有一个我能说了以后马上就这个模式就能合适的，因为毕竟农业这个基础就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不一定就是瞄到现在就一定能够盈利的，他也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长远的那个想法或战略来投资农业。今年以来，随着中国猪肉价格持续上涨，国内猪肉的供应量和冻肉库存下降。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各种肉类及食用动物内脏总进口量达到220万吨，同比增长23%。各种肉类中，猪肉进口量增幅最大，同比增长63%，至187459吨；羊肉进口量增长53%，至42036吨；牛肉进口量增长41%，至123720吨。冷冻鸡肉进口量增长了26%，至63430吨。中国肉类协会称，中国政府考虑扩大肉类进口来源范围，可能放宽对印度水牛肉、蒙古国活牛、羊以及俄罗斯猪肉的进口限制，以满足国内需求。中国一年需要供牛肉，就牛肉一项，就是说900万吨，进口呢是差不多200万吨。因为在蒙古呢，对这个肉产品呢，实行那个许可证管理，所以呢，就是有真正有证的、有正儿八经的，就是做肉品加工以及出口的中资企业少之又少。如果要是中资企业的时候，不要把我们低端的，包括其他行业，不要把低端的东西引进蒙古来。此外，以羊绒、骆驼毛、马尾和皮革为主的原料，难以实现高附加值产品效益。蒙古国国内加工设备与技术落后，背后带来的环境污染危机也将长久存在。It's about how do you promote technologies which reduce th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and also how they make agriculture sector more productive.Animal health is one area where if you can make animals more productive, more healthier, then you don't need as many animals. So you can reduce the number of animals, and that can have a good impact on the economy, and which is a good contribution to green economy. Pasture land management. 为完善生产、收购、运输、储存的各个环节，实现产品从产地的快速运出，提高经济效益，基础设施建设正成为蒙古国发展的重要领域。而中国企业在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1991年，蒙古国实现民主化改革以来，开始了缓慢的经济转型。因为长期以来资金投入不足，蒙古国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较大缺口。此外，由于没有出海口，蒙古国交通运输分为铁路运输、公路运输、航空运输，其中以铁路和公路运输为主。1991年开始在蒙古，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几乎是除了乌兰巴托，就几乎都是土路。那么这些年，就是说这个蒙古自己的投资以及中国援建的这个道路项目非常多。2000年初的时候提出个千年之路，它的目标呢是这个，把这个每个省会呢都要通柏油路。2001年，蒙古国通过千年路计划，但受到资金和劳动力的制约，进展缓慢。目前，蒙古国全国公路网约48600公里，但只有不到14%的硬质柏油公路。农牧企业到境外干，它的周期长，效益低，投资大，但是屠宰以后，直接回运到国内，它是新鲜的，市场上也比较受欢迎。目前来讲呢，还没有采取空运的这个，因为它这个运输成本还是高的。那不行，这样我装票我喊他明天再走，买明天的机票。他人现在就在机场，那口航的文件你带到北京去呀。现在去拿。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徐超所在的公路项目前期建设资金都由中方公司垫资。纳莱哈公路升级改造项目位于乌兰巴托东南部，是连接中国阿连浩特口岸的主要通道。Эндээс Ирээн рүү явах юм бол нэг 800 км орчим байгаа байх. За бид нэр ерөнхийдөө 70 болон суурийн доод үеийн ажлуудыг хийж үзчихэж байгаа. Манай туслан гүйс гэрээний нийт үнийн дүн $1,000 байгаа. $1,000 гарантай. Хөдөлгөөний эрчим маш ихтэй. Өдөртөө 15-аас 18 мянган машин зорчдог ийм том зам аа. Хөдөлгөөний эрчим ихтэй учраас бол энэ зам бол 60 жил засагдаагүй ийм зам байсан.整个活动金额是3077万，口航的资金占了95%。真正的签合同是2019年的3月12号，2019年4月，29号，就是接到了业主的正式通知，开工。口航这边他今年是有增加了一个内审，包括蒙方这边要需要提供的资料就更加严格。纳莱哈公路升级改造项目为 EPC 项目，业主为乌兰巴托市交通局。项目完成后，将为乌兰巴托来往中国内地的客货运输提供更多便利。За нийт улан батар хот маань бол одоо 1600 сая 600 мянган хүн амтай гэж тооцож одоо замын зохион байгуулалт ачааллыг тооцдог байгаа. 600 мянга гаруй тээврийн хэрэгсэлтэй, энэс 400 мянга орчим тээврийн хэрэгсэл бол хөдөлгөөнд орцдог гэсэн ерөнхий судалгаа байдаг. За энэ судалгаан дээр бид бол төвлөрч одоо замын хөдөлгөөнийг замын стандарт чанар дээр одоо ажилладаг баг. За одоо замын маань Улаанбаатар хотын маань нийт хот доторх зам маань бол 1100 орчим километр зам байдаг. Сүлжээ зам. Энэ зам дээрээ одоо зохион байгуулалт замынхаа стандарт чанар дээр одоо хатсамын хөгжлийн газар маань одоо байнгын арчилт хийж ажилладаг баг. Энэ зам бол замын хүчин чадал нь бол яг зорчиж байгаа зорчигчдийнхээ урсгалыг бол даадгүй болсон сүүлийн үе. Тийм учраас энэ зам дээр маш их зам тээврийн асуудал гарч байгаа сүүлийн жил. 15-аас 18 хүний алтай мэрсдэж байна. 2014年，蒙古国又提出实施草原之路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涵就是把中国和俄罗斯连接了起来，充分发挥蒙古国中转站的角色。2016年6月，中国、俄罗斯、蒙古国三国签订《建设中俄蒙经济走廊规划纲要》，
将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及互联互通作为三方合作的重点。2018年，亚洲开发银行决定向蒙古国提供6000万美元贷款，用于维修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公路。蒙古国希望通过这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来提高交通安全，增加贸易额，促进农业、加工业和旅游业的增长。雅尔马格立交桥是蒙古国首座互通式立交桥，由中国企业承建，2018年11月正式通车，是市区通往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的必经之路。我比今天的我如今给用的是那个沙瓦瓦的。啊，他有那个雅尔马格的么子多？比不比啊？可能我才很白个，白个白个。白个。这一米多高。原来这两座桥主要就是他们车辆通行在这两座桥上，现在呢有一座这个老桥，它还我们继续利用着，然后主要的大型车辆从我们这个新桥上通过。这个老桥是60年前我们国家给他们援建的。2013年，乌兰巴托市政府曾经在桥梁西侧修建了一座临时钢桥梁，但临时钢桥仅仅能缓解一时的交通压力，不能满足长期使用的条件。除了新桥建设之外，还主要有一个这个老桥的维修。刚来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这边是一个平交道口，尤其是上下班这个早高峰和晚高峰的时候，车辆是非常拥堵的。现在的话，这个已经把这个平交改成立交之后，互通式的，他们基本上不存在这个车流上的这个相互交叉。现在了不起的啊！我到天元玩到，你们可才很出溜的，才很有劲。除了雅尔马格立交桥建设，这家中国企业也承担了乌兰巴托交警局路口立交桥项目的建设工程。我们这两个桥的话，总共贷款金额是7500万美元，应该是2013年2月份就签订合同，但是在之后呢，因为种种原因啊。双方之间这个洽谈协商，以及这个各个地方的一些政策上、一些文件上的支持啊，这个实际开工的话，我们应该是在2017年才真正开始建设。越来越多的中蒙合作项目带动了蒙古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让当地的施工队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啊，我到亚克到爱丽斯达这边就调到你做了投诉，我到有点意思达斯诺到用给的。这些呢都有点蒙古的后勤啊，到蒙古体育这个后勤部队都到等他们这里阿斯勒空军的单路到单路的这个体育这个目的呢，到出个钱的么的，就把我到那个阿文团他们团的打他们这里有嘛有没就是么开始找到很多都是台中团的他们这里单路呢台军没见这个单路呢到托拉斯他这个这个这个都把新铁杆到个到新用的都是白呢。他们这个施工组织啊，继续油压控制方面都还是有跟我们还是有点差距的。我蒙古工人呢，不是那么太好管理，因为蒙古人的性格嘛就是这样，比较随意。这些分包公司的施工组织能力继续上，现在基本上我们要主要管控啊。现在看翻了的有那的一口热气，在火车站蒙古空军体育赛站。在天上的真的，都是那个的，完了这个，完了这个的，这个这个的项目，完了有那些公司的建筑师，比那这个，你搞的这些工程，你塔板工程，你木材的工程，他们吧个，在各个工程的技术上的，他们比那也铁路的他们在做的，在阿吉拉下头的他们下头的他们听，啊这个。就是看办的，比那黑山石头的火箭队，他们知道火箭队这个应该有这。这这然后，我到个苏州都直接，我马上从海天看办了，买了这个站，我到澳洲看马上，我从看办了到这里做的，完了看办了，我都没得去，他们在这里，我到马上投资了，投资了，我到有没有钱，活动办的话，我到投资了，投资了，投资了，我到海天公司，我到这汤汤看办了，到我到俄罗斯，我到蒙古都来了。 Сагын болоогүй, хөгшин болоогүй гэж бодож, одоохондоо нэг
2018年9月，中国阿联浩特和蒙古国扎门乌德公路口岸农产品绿色通道正式开通，为进出口企业提供了更为便利的通关环境。以铁路和公路运输为基础，中国企业在蒙古深度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为中俄蒙经济走廊现代化产能合作、物流通道建设是铺开了道路。这种陆地接连的地缘优势和互补性经贸往来关系，都将是中蒙经贸合作的利好因素。资源型国家如何转型发展，而蒙古国可以说是值得研究的典型案例，在那里还有许多中国企业可以探索的空间。感谢您收看这期的《龙行天下》，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中国隧道工程如何带动机械装备走向海外？同样实现一个功能呢，中国的设备呢，它的价格要比欧洲的一些设备呢要便宜一些。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如何树立中国品牌？是有一些关键件还需要不断的提高质量。你过去利用我们廉价出口，现在靠我们的质量。